KDK Beauty and the Boss 一起看设计。大家好，我是一口，我是 Amber， 我们又到了另外一个家，然后呢，外面看起来就很不一样，蛮有设计感的。对啊，因为是一个设计师做的一个作品，而且我觉得这设计师呢，他的作品都很美。我刚才呢已经偷偷看了一点点，我们进来，天气很热，最近。因为这个家呢，比较刚才我们进去偷看了啦。如果大家喜欢 Superhero Avengers 的，应该非常喜欢这件家，因为这件家是背爽他们的设计线条而做的。对，而且呢，我们访问了这么多间房子呢，都没有一间家像他的家一样这么特别的。好，刚才我进去借洗手间的时候都看了一下，然后很多人问我们就解释一下。很多人每次呢，我们在做 Facebook Live 的时候，他们都会问，哎，为什么你那边是天亮啊？你们是从美国拍下来啊？因为其实不是，我们是在马来西亚。Amber 的 fans 太多是外国人了。没有，我们是在马来西亚拍。那我们现在拍了之后呢，我们是 pre-record， 然后晚上就做 live。那在这里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之前有很多人都问，哎，你从美国啊，你在哪一个国家啊？怎么你们这边是天黑十点半，你那边还天亮亮的？那这是一个 pre-record 哈。然后呢，谢谢大家支持啦，感谢大家支持，感谢 KDK， 就是继续我们的第二个 season。然后我们现在又要进去敲门了。哎 ，before 敲门之前，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设计的节目的话，请 like 和 share 出去。share 越多越好哈。然后你们看一下这个灯已经很不一样了。这个也是 designer 灯来的，因为我觉得木跟灯泡 Amber 就摸得了，我就摸不了，你看一口可以啦木跟灯泡就是高人一点就是不一样，感觉就很不一样。好，门口也很不一样，一口要怎么样敲？平时我们是敲门的，因为现在我们敲不了门，我们要敲铁闸。铁闸，它的铁闸也很美哦。Hello， 我这个我们去了这么多集，这个机长好像很熟悉哦，这个 grill， 对，这个有什么来头啊？OK， 还没有讲来头之前，来，哎，对，介绍一下自己。我忘记介绍你设计师，哎，我是 Charles。Charles， 你是来自哪一个公司 ？Mood Interior Style Creative Director。Mood Interior Style Creative Director。OK。然后首先一进来就有东西看了。对，这个是 Signature， 是防盗门啊，现在也比较流行防盗门啊，因为治安也不好，现在最近嘛。防盗。哇，你看它，一二三四，它的 lock 真的是多刀。对，它总共有12个锁。12个锁。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还有这里。1、2、3、4。5、6、7、那个、8、9、10、11、12 ，OK。上面还有，下面也有。哇，这里下面还有，这边还有。你们好，如果要来要偷东西，不要选这间家。一看到这个门，你们可以走了，因为你是不可能进到去的12个锁。这只是 first layer 罢了哇，还有 second layer 这里哇，还有一个 second layer。哇，你看这些。哎呦，这个是木吗？这是铁。铁来的。但是就是可以介绍一下，如果我们要选择这种门的话，要怎么选择呢？其实重点是要外观要看起来比较好看了，因为毕竟我们进来是经过那个 first layer 看到这个外观，所以这个镭射看第一片很重要。所以你选择设计颜色搭配也是要衬托起整个家的空间。因为我看到上面的 grill 和下面的这个门几乎也是就玩这种线条，对，就是玩，也是一个 set 来的，一个 set 来的。哎，而且我觉得大门很重要，因为你一到一个家里呢，第一个形象就是大门。对，那大门长得怎么样，它就会做那个感觉。因为这个就是关起来呢，还可以和他还看到我们。那我进来啊，我可以进来吗？如果你们来找他，你看他不开门的话，你就永远进不去，因为12个锁哈。好，那这样子的防盗门，其实看起来又好看，然后又可以就是防盗嘛。对。所以价钱会偏比较高吗？这个价格其实蛮大众，蛮可以 affordable 的，我觉得是不错。因为我的家的门也是是时候要换了，所以要问你。我这是第二道门，也是有这么多了，也是有12个了。也是这么比较少了，大概也我也不懂，也是很多了。我就数一下哈。1、2、3、4、5、6、7、8，8个lock，外面12个lock，你要破了24个lock，你才可以进来这间店。这种桌其实是一门踩那种啊，这个门肯定踩不了。对，它叫防盗门是除了那个锁头多锁之外，它这种也是很耐的，就是刀枪不入这样子的意思。可以这么说，除非你得罪很多人，那他才用枪来折你。如果你得罪很多人的话，不妨可以找我们的 ID 按这个门。真的是24个锁没办法进来，刀枪不入。好，那一进来我就觉得这间家
很不一样。这边是一个地下排屋，排屋、嗯、对，多少层多少层？它的空间只有20×70，二十乘七十，排屋通常空间都比较小嘛。嗯、是大概多少 square feet 呢？20×70，大概1800个square feet，1800，这是很 standard 的排屋的排屋、嗯，对。可是你把它搞成不像排屋，对，很美。而且呢，如果这个望下来呢，也很特别。我还是第一次看人家的家里呢，客厅用这个 fabric， 很像是健康石这样子的感觉。这叫 wash， 它 pebble wash， pebble wash， 对，这种是防滑的，防滑的，对。而且你可以拿来当做是那个健康什么？健康的那种，健康刺激穴道的那种。嗯，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石头比较大，这个表示，因为它真的有那个按摩的感觉。对，客厅。大多数我们看到的都是在 garden 啊，对 garden， 在厨房啊，这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在客厅哎、欸。对，在客厅会带出怎么样不同的火花呢？嗯，其实重点是我要一进来就是想给别人不一样的感觉嘛，就是 pebble wash，、嗯、因为每就是通常的客厅都是用homogeneous house 啊、嗯、wooden 啊，或者 laminate flooring， marble 啊，那我就想给我的 owner 有另外一种感觉。那我就做一个 pebble wash 给他，嗯，一来早上起来可以刺激那个精神的穴道也挺不错，健康好了，第一，嗯，因为你一定要经过这道路，你才可以出门，对，因为如果没有经过这道路，你是去不到门的，跳着出门，跳着出门，好 ，OK， 那除了这一点以外，它也是带出真的很不一样的感觉，你成功了，因为我一进来哈，我就踩进来，我就觉得，哎，真的很不一样，感觉很不一样，嗯 ，OK，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客厅。沙发还是要试坐，还是要试坐我们的沙发。哇，这沙发有点特别，因为这沙发的品牌和 Amber 家沙发是一样的。Moscow Design， 耶、yeah ！我觉得 Moscow 的沙发很耐，而且很容易打理。来坐。我想问你啊，设计师，你试过了这么多沙发，也看过这么多沙发，为什么会选 Moscow 的 design 沙发？嗯，在我看来 ，Moscow 的 design 的话，它的 item 的沙发真的是很独立，跟外面的也是很多很漂亮，但是我会个人比较 prefer Moscow design， 因为它真的在 design 的沙发圈。对，而且还是可以 custom made， 对，所以你可以顺回你的家里的 size， 因为你的家里的客厅的 size 是很特别，对，就是这样子一样长，很少客厅是这样子的，对，而且很舒服，你躺下来，而且有防眩的这个，你看，噔噔，嘿，现在他们坐的沙发，他们都希望说往后坐，就脚不要动地嘛，他们就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懒了，对，就喜欢。躺着，然后我做 demo， 躺着然后这样子按电话。对对对，他们都不想按，因为我们看对面就有一个电视机，Samsung 的弯弯的电视，蛮出名的。你一定很喜欢看，屋主一定很喜欢看电视的。对，屋主也是很喜欢看电视，对 ，Curve TV， 因为放工回家他们就享受他们的空间嘛，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到有感觉的。屋主应该是比较年轻的 couple 哈，对，比较年轻的 couple，看得出，因为他感觉就很 modern， 对，比较 modern futuristic 的感觉。你看他的照片，懂了，点点扫过去，也是美女来的哦。我跟你说，这种结婚照哦，如果我再次结婚，我一定会拍。你看，很不一样。新婚的要结婚的人可以考虑拍这个结婚照。但是我跟你讲，要浪费了，第一年才会摆了，第二、第三年就摆在。沙发下面啊，床下面没有我会摆脱几年。如果我身材没有走样，如果身材走样的话，被人收起来。有道理，有道理。然后其实客厅我觉得已经是很的特别。那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边就是有那个 garden 的那个 stone 的感觉，对，那个时候，因为整个家的感觉都是以灰色。灰色、白色做主题嘛，所以石头方面我希望可以给带一种比较亮的感觉出来。因为通常地上都没有放咖啡嘛，对吗？放咖啡来 bring us the interior， 把我想用石头来带出另外一种感觉出来。蛮棒的，我一个朋友比较有钱，他们放水晶哦，他们说是 for luck。对，放水晶，水晶，对，家里他们相信风水的，有一些会放水晶。再有钱可以放钻石了。再有钱放金、放钻石都可以，看你自己的喜欢。看得到，拿不走吗？因为我觉得真的很特别，这样子的设计。而且我觉得你设计的东西呢，上面、下面、左边、右边都有东西看。你看每一个 ceiling 都不一样。对。刚才我们进来的 ceiling， 还有那一边的 ceiling， 刚才进来的门口这个 ceiling 也很不一样，这边上面。我觉得很棒哎，很细心哎。通常呢，我们普通人觉得啦，当你要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对，你就会担心有一点会撞到，对，会乱。那个，你撞到很美哎，怎样撞到这样美？
通常我会跟我的 owner 说，如果那些你们真的想要选一个设计师，那你们就放手让他去表演。嗯、但是如果说你们hold 着一点，你就不放手的话，那设计师是很难表演嘛。嗯、所以，不过设计师他们的 accent 是比较有比较 mix 比较多的，所以他们看的比较多。因为真的，他创造很美、嗯，然后他把那个 area 分开，像这边是另外一个ceiling， 然后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地板，然后这边呢又到了另外一个 area， 因为你要走楼梯上去。很少人20x70的排屋还可以做一个 platform 起来的，就算你不摆沙发，你要摆榻榻米这样的 concept， 这样 style 怎么样都可以。对，很漂亮，你看，而且这个很 3D 温泉这个。这个墙壁我们是用 homogeneous style 粘上去。homogeneous style， 因为通常他们在墙壁里面他们是粉刷油漆嘛，那我们就用 homogeneous style 来粘，就让尽量让每一个墙壁都穿衣服。不只是墙壁，可但也是。对，我觉得它很多东西，可是它串起来是很美的。就算你是大近看的话，它整个感觉就是一个 area 一个 area 创造很漂亮。所以我问你，怎样串到这样美咯？那个就要靠 ID 啦，基本上。对，靠 ID 了。如果你自己乱乱串的话，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效果。这样大家都会问，为什么它的线条 ，fili fili fili 打折打折的？因为你看看我们这里的摆设。哇，好多 superhero 哎！有 Transformer 啦 ，Marvel Hero 啦，还有 Avatar。哇！就屋主就比较喜欢 collection 这种 hero 啊，对，那种design 那种cartoon 的东西啊。对，是屋主的 collection。对，是屋主的 collection，他本身就喜欢做这种 collection。他应该是个英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线条了，看他的 Iron Man 的背后这种 TV cabinet 的，全部都很有线条感。所以就是配回他们的物主喜欢的这种 superhero， 然后一口我们现在就过来他的这个 dining area， 也是很有那种设计感的。它的灯很漂亮哎，是透明的，然后看也是达到的，然后呢也是金子啊，很重要，看到很大，也是用线条的，你看，也是用线条，长长长长这样子的，很有线条感。然后它里面还有那个 built-in light， 然后就可以照到你更美。好像这个是去到那种 superhero 的 dining hall， 对，和 Iron Man 一起吃饭。跟 Iron Man 一起吃饭，哎，你的那个 dining table 也是和你家一样的。哦，对，然后它的比较特别，它的也是有线条的，也是它的纹，我喜欢它的纹路，因为它是马哈尼，所以当灯一打开就看到这种纹路，像豹纹这样子的感觉，豹纹。所以 Art of Tree 的这个 dining table 呢，它是用 Sauvage Wood 嘛，就是城市的这个木。那除了这一点以外呢，你看到它的家里的跟我的家是同一个品牌，但是我们的木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家里是偏浅色，是另外一种木，你的是另外一个木。哇，可是很重啊，还是跟我家一样这样重啊，搬不起来。我家的500kg 耶，500kg。你的呢？你的比较小，应该有200-300kg 也要。哦，应该有吧。你看。你看它的 detail 极美，这种透明的。你知道这一个是什么吗 ？Eco， 我之前也是有了解 Art Tree 的产品，他们是已经是裂，因为木是不可能完美的，那它中间一定会有一些裂痕，那他们用了另外一种 fabric， 那个胶这样子粘上去，然后也在外面加了一层，所以不会这么容易花跟坏掉。保护它的表情，而且每一个都不同 design 的，就是很 unique。独一无二的每一个做的那些，你这边没有，有一些我看到中间还有一块的，那个也是一个艺术，好 art piece， 那个很贵，那个眼镜，对，那个眼镜，我讲的那个就是那个眼镜，对，很漂亮，很漂亮，好，然后这里原来可以，刚才我们电视机可以转过来看，吃饭看电视机，哦，刚才这边就是电视机，所以你要转去客厅或者转过来吃饭台都可以。哎，其实很棒哎，我觉得电视机可以二用。就我们就在这里，在你吃饭就这里看电视机。如果在客厅坐，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你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 platform 上来哈。都有一个 platform 上来。因为20x70的家它比较小，所以 space 本身会非常重要。所以我不想我的 owner 一进来，因为它本身就小，我就要分隔空间。那有一个 divider， 他一进来就看到怎么样，看完了就没东西看了。那我觉得 divider。看到客厅，进到来就看到饭厅，然后在饭厅看到它的一个 dry kitchen 那样子。然后它的桌角很有线条，也是，你看，
哇，我在家里用的也不一样，比较细的。我觉得很多，它可以选很多种不同的胶。整个感觉就很有无锡的那个感觉。对，而且我觉得它把那个空间隔离，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idea。就是当你要感觉就是走进来那条路跟吃饭跟客厅的那个感觉不一样的话，你可以用这个platform 来隔离。ceiling 也是每一个 ceiling 都很不同哦，感觉。细节很重要。都花很多心思哦。而且你灯光蛮好的，很多灯，里面有灯，这边有灯，而且 ceiling 里面全部都是用灯，就感觉比较有 3D。好，然后这个呢？从这里看，它这里包一个八烤的那个包，就是我们的这个八烤的。一口，让我猜一下，这个叫 Costco 吗？对，这个是 Costco。 我终于会看了，我终于可以毕业了。做过很多集的那本，他很喜欢 Costco， 因为 Costco 比较耐，比较耐的。而且它有那个 3D 的感觉，很漂亮。Costco 很多种啊，颜色啊，很多不同的颜色。而且一摸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凉的，比较凉快，比较冷冷的感觉。而且他们说是最耐的，对不对？比较。不容易怎么说 maintenance free 啊，完全是最后不要好像那那其他东西你要小心它的那种柠檬汁啊，那种肮脏东西，这个就很明显它的。华斯顿里面它就有heat resistant 啊 ，scratch resistant 啊 ，stain resistant， 所以它 almost a perfect material。所以 right now 很多 owner 都会 prefer 华斯顿厨房啊，对。看我的家，换去华斯顿，我家给我弄到乱七八糟了，比较耐。对。怎样打？因为也是很容易，不会很容易坏掉，对不对？对啊，咱们具有的。咱们具有的那个 ，OK。好，家庭主妇们，你们知道你的家要换什么了好处吗？好，那这边八烤的虽然小小，但是也是有线条的。线条感。你这个线条很漂亮，它是这样子，然后这边又咻进去，就全部连在一起，其实基本上是从有 lining 到 lining 就接在一起。是从你是喜欢线条感，对，还是 owner 喜欢线条感 ？owner 也喜欢线条感。哇，因为 of course 每一个 owner 的concept 喜欢都是不一样嘛，所以这个 owner 比较喜欢线条感，那我做一个线条感的点。年轻人都会又配了刚才你那种 superhero 啊，又有那种线条感，像那种 Avengers 的 office 啊，那种基地是咯。而且我看到哈，他整间家里都是每一个地方都很有线条感。你看，从那一个上放 superhero 的地方，你可以拍过去看一下。要弯弯旁边，然后到上面，然后到客厅，到 ceiling， 到这个这个什么喝酒的 bar counter， 全部都是线条。对，其实我想问一下，那可能有些人就在想，线条可以跟眼睛合在一起的吗？不能，还是就是要整间家都是线条？其实也是可以啊，只是看那个设计奖去发挥他的创造，他的创意想去 match 不 match， 做这个线条。如果他 combine 得很好，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你做的东西都很有挑战性哦，始终也很美。对，这个始终也是 muscular， 他的东西也是很美。哦 ，Moscow， 这一集一定要看哦，要share出去哦。然后这些都是 feature 哦，这是 feature 哦，然后这个是一个 hidden door， hidden door， 哎呦，我推到了。哦，这边还有一个 wet kitchen， wet kitchen， 对，漂亮，可以进去这里，可以进去看哈，哇。这边又变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口你看，下楼梯，地下就感觉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噔噔噔。他连他的厨房也很 futuristic 哦，连他的厨房都很有线条感。你看这些全部都是线条，他的厨房也很有线条感。一口，你看你背后，很挑战呢，我觉得，哇。因为他的门要这样做呢，其实也花不少的那种功夫啊，对，刚才吹要花不少。因为很多他们都是四方形或者是长方形。对啊，四方形。你去哪里 order？ 全部是 customized， 就是我们的自己fabric 出来的啦。哇哦！你看这个 drawer， 人家是四四方方的，它全部是要全部都要有线条的感觉。然后因为厨房也比较小嘛，所以就 make sure like some of the mirror black mirror 镜子来让这个空间看起来更大。其实用 mirror 会比较会难 maintain， 其实也不会，也是蛮容易的，也是 OK， 因为至少它一抹它就很有情调了。有没有？你看
看，全部都是线条哎。我们觉得我们很像去了一间 superhero 的家。哦，而且你把那个厨房弄到跟我们外面 traditional 的厨房很不一样。它第一当然是颜色，它的颜色是蛮 daring 的，就是你用的这个是应该是属于比较 marble color， 然后 pastel， 然后木。然后通常人家的厨房都是用黑白为主嘛，你的那个颜色也很挑战，还有红色。对，还有红色，因为全部的颜色都很到了嘛，非常到。嗯，所以我就想 bring out 一点特别的东西，来一个红色，点到这个 accent， 又是它的一点都叮，一点都。哇，而且我第一次看线条家嘞。我这个也蛮实用一下啊，这个就放在那个洗手盘上面。又省位置，对，又省位置，放在这里，这个也不错。哦，这个很 practical， 洗完东西容易放的。这应该不是定做的，外面啊，这个是外面定的，就刚好他买到他的 size， 对，刚刚好，刚刚好，刚刚好。这选东西也是蛮重要的，对。嗯，好的，那后面应该是没有了，没有了哈。嗯，我们就继续的往里面走，可以。我还是第一次看线条家。这里有个 guest room， 对，这个是 guest room。这是属于 modern and contemporary。modern， 对，这个很催情一下哦。哇，一进来就很有催情感。Amber， 我觉得这个床是很像那种皇帝睡的那种王婆啊。就是我就可以幻想到晚上有一个女人在那边。哇。我要等了你好久，还要穿偷刀才可以，因为那是古代那种床单。哇，好特别，你的 guest room。而且你加了这个布哈，就感觉很不一样。这个还可以像可凳这样子开关的嘞，是很 practical 的 ，OK， 不用绑。嗯，然后灯配搭得很好啊，灯就是很 designer feel 的，嗯，就是一个灯泡这样子，看起来。很 modern， 但是又很好看，很有感觉。然后这就是 wardrobe， wardrobe 其实很大，你的 guest room 的 wardrobe。wardrobe 好会偏长，会偏大。嗯，属于算大了，因为 guest 可以偷看的嘛。可以啊，可以啊。对。看，变成 store room 这样子哦。对，这样子变成 store room 对。然后这边都是我觉得 mirror handle 其实看起来就很 neat， 很 neat， 很干净。然后整间都是这个都是 wallpaper， 不是，这是 laminate， 全部都是 laminate。哦，这是 laminate。对，也是 laminate 来的。哦，跟这个一样。跟这个一样，这个也是 laminate， 因为 laminate 它颜色就比较多，所以选择也比较搭配。嗯，这个床是。custom made 的床来的、custom made 的床来的，它不是真的是蛮美丽的、我也是 custom made 的，然后连在这个wall 的后面，这是 custom made 的。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床，因为有些人是偏喜欢这种有格灯的公主床、巴黎风格，那真的是可以 custom made， custom made 一个床。嗯，而且它就是几个木，然后买一张床放上去，就是这样简单，然后就有感觉出来了。嗯，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自己 custom made。嗯，要用 body star 或者催情感觉的床可以找到。Let's go。好，小心。我们继续的，这边有几层楼呢？两层楼。两层楼。对，这边有两层楼。就是这边跟楼上。跟楼上了。可是我感觉到哦，不像三，你是说多少个 square feet 啊？1800个 square feet 吧。可是感觉到很大哎。对，因为我分割了全部的空间出来，就 full use of every inch of the space 哦，好像这个就只有走廊位，那这个就是客厅，客厅范围就那么大，房间也是那么大，所以我们应该要很完善的利用所有的空间。因为基本上一层楼只有900个 square feet， 但是感觉就是超过我们已经看了这么多空间。因为要叫我们导演再站上去。看整幅这个 feature wall， 来，漂亮。看完我们这整幅的 feature wall， 然后我们还要做。平时的排屋呢，你都可以看到那个楼梯走上去的，它就把整个的楼梯蹦起来，从 ceiling 到这个 feature wall， 对，然后再摆设它的东西，它的喜爱，屋主的喜爱。哎，那个 idea 很好，的话楼梯就在它的背后。它不止在这里楼梯了，它连从门口进来。放锁匙的地方就用 cabinet 就把这里
整副拉拉的舞步，就看到很大气，很大气的感觉，就感觉房子很大，很大的感觉。嗯，好，我们现在可以看楼上，上楼上。楼梯还有一个扶手，特地做一个扶手，应该是有灯的。有灯的嘞，晚上。因为他这里没有扶手的嘛，他就把这里做扶手。很细心哎。因为楼梯比较狭窄，所以给他没有给进去，它的空间比较大。嗯。那如果在二十层地时，他们通常一个小客厅嘛，那客厅通常是没有什么用的，我那就没什么用了。这本来是一个客厅来的。对。现在它是封了起来，变成 master bedroom 的 walk in closet。那我们进去看喽。这里我还摸摸看看，是有衣服。而且它是用，它不是用普通的那种墙，你这种是叫什么 club stool？ 你用 club stool 来做，变成一个 feature wall。嗯。因为要不然它是白色这样子就有点 boring。嗯。哇。不只是卖包包的吗？不是。很多包包。一进来，不只是卖包包的吗？这里的包包是女人天堂，好不好？只是有 Amber 的1%罢了。没有。女人天堂。这里又摆设，哇，好多很 cute 的 Iron Man 这种公仔，还有 Building 的 Beast 画。哇，你看楼上，叮 ，Ceiling。哇，好有，你的东西都很有细节感，上面下面都有东西看哈。不会放过任何的一个手机。其实这个是做了之后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哦，有帮到整个家里的那个感觉，那个 feeling 就很不一样，又有线条，又有线条，又有线条。不止在这里做事情啊，帮你一个 booking desk。哦，而且他很多 hero 啊，这边不止应该是个 hero 来的，而且这个就是隔离了这个梳妆台。还有就是沙地 walking area 的地方，然后这边过去呢，这边就是有一个墙盖着了，噔噔噔噔 ，divide 掉，然后一进来就不一样的感觉了，很不一样哎，从这边走进来的这个感觉，这个是 master bedroom， 这是 master bedroom， 哦，刚刚新婚，对，因为我为什么知道是新婚呢？因为通常新婚呢，那个照片还会有在的。嫁了几年之后就没有了。对，还会在 metro 下面的，在 metro 下面的。如果你的家里的这结婚照还有在，就证明你们真的很棒。给我们观众朋友看看这个 feature wall， 哎，第三个也是很有线条感的。从楼下带到上去，哇，这个room整个感觉都是符合那个线条。哎，其实线条的东西会很难做吗？其实也有个挑战性在那边的，毕竟有一个挑战性在那边。因为你要线条到美，真的不容易的哈、哦。而且灯打光的那个感觉也是会特别的棒。然后颜色方面你都是蛮challenging， 因为你用蛮多颜色的。黑色、灰色、白色，还有木色。黑色、灰色、白色、木色，还有就点缀的就是红色、蓝色。蓝色哦。如果幸好他用这个是啊 ，laminate 的。marble 的单色，如果是这是用 marble 的话，是很贵，是非常贵的价格。如果这是比较怎么说啊，是划算一点，划算一点，划算一点。它后面这一副也是一个电视 TV cabinet， 感觉是 laminate， 其实是那个。看起来像 marble， 但是摸起来就是 laminate。然后客厅方面也是很多颜色哈、哦。对，客厅也是属于黑色，还是用黑色来搭配。他很 challenging 的，我的家很多颜色，自己不要乱乱来哈、哦。你一做错了之后，你家就不知像什么，就会像罗家这样子感觉了。那gray 很美哦，gray 也是量身定做的，也是线条感，比普通的 gray 不一样啊，不是打痕去打直啊，或者那种花，它是也是线条感。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就是在跟你们说线条家，整间家都有线条感。导演过来，要你去 pan 后面的。还没看到后面 aircon 的部分，就是这个线条感，线条啦，很漂亮。而且在线条里面打灯那个感觉就是点缀，就很美，整个感觉就出来了。然后再加上它感觉就是很 modern， 很年轻，而且回到有一点点那个 hero 或者是 story 那个什么童话的时候的感觉。嗯，哇，
要有年轻啊，他才喜欢这种 hero 啊。因为本身来讲，我们的屋主啊，之前都比较成熟一点，因为现在年轻人的一代 young couple 嘛，他们就比较玩大胆的，要来的时候要有那种 wow effect 的，就要选择这种。因为对我们之前大多数都是 modern classic， 但是我知道，但你的是 modern contemporary， 我们也有，但是你的这个 modern contemporary 的感觉又很不一样，就是很。回到那个童话世界的感觉，很有 feel， 很有 feel。非常屋主的那个例子啊，而且可以玩追追，玩追追，就给我们一起做，一二三，啊！哇，我觉得这个隔离到很好哎，那个不，那个不，对。然后重点是做这个空，为什么隔起来呢？是因为如果他的 wife 要休息的话，还可以休息，那他的工作也不会打扰到他。对，而且隔离了之后就感觉两个地方都不一样，然后你就不会把工作带上床睡觉就是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看他们的天堂，就是他们的窝种。哇塞，你是澳洲桥过来的窝？哦，不是澳洲桥，哦，凤鸟一个窝，是凤鸟一个窝里的。哦，但是就是可以透过阳光在太阳下冲凉。这个本来里面就是客厅嘛。哦，刚才你所说的那个石头后面的窝。本来是一个小客厅，然后就做起了一个 closet， 也是一个不错的 idea， 因为很多人的排屋楼上都有个小客厅，但是没有用到，放了沙发可能就没有用到，可能就是 young couple 嘛，又没有那种小孩，可能要还没用到，如果做 wardrobe 的话，又可以省空间，蛮好的一个 idea， 真的是一个 walk-in wardrobe， 这是我一个 closet。然后就是，所以很简单，可是问题是可以放很多东西。对，因为它就是四方都是，这里还有一个连着墙壁，全身的玻璃，可以照镜子。照镜子，大家都应该很想看摄影师的样子。Jacky， 你在这边拍你自己一下，因为每一集呢 ，Jacky 都话不要啊，说不要。每一集呢，我们的摄影师都没有机会上镜，因为他就是要抓这张相机。因为我们的导演很帅，他长得很帅，所以他不要给人家看。嗯，你看房间就不感觉到是900万左右的一个房子，所以设计师很重要，那个 space planning 很重要。好，我们现在就另外一间房间。对，另外一间房间。这个是一个 guest room， guest room， another guest room。那这个房间呢，就是因为通常的 owner 都有一个 concern budget 嘛，那他们的 budget 会 focus on living room、master bedroom、kitchen， 那比如说 guest room 有什么用，我们就去买。很简单的。那这整套家，他去只是花大概将近个3000以内就可以成家空间。3000令吉，你就是包括这个 wardrobe， 全部你所看到的3000块，就是 paper、sand paper。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像现在很多人有些房间就是没有什么用到的话，就可能可以简单一点，那可能屋主以后有生小孩啦，他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kids room 也可以，现在就把它简简单单的装修。它的 curtain 都很 challenging 一口，你选的 curtain 都不是普通看得到的，对，那全部都是去找这里去找它上面找出来的，然后这是全部从中国订回来的。可是很多人就是通常会怎么样做呢？他们觉得如果家里有很多设计的话，他们就会用比较简单的这个 curtain。 那我觉得你很不一样，你很大胆挑战 curtain， 也给他一个 design 这样子。哇，等一下要分享一些小贴士哦，大家想学，因为我觉得他设计的东西真的不简单。然后这个是这个就没有，就是 storeroom。 OK， 我们下去楼下谈天。哇，看了这么美的家，我最喜欢这一 part。 真的，而且这些都是 collection， 找分分钟这个东西是最贵的。 OK， 可以动了吗？可以动，全部都可以。哇，他手指真的是可以动了。哇，掉下来就糟糕了。你看，我们要拍100集来还给屋主。可以给我来，我来这个，我来可以小文。哎，真的是可以拆的哇，连手指都可以动哎，这个是可以动的。这个很贵的，这个，你看它的 detail 几贵，你看它的尖可以动，你看 ，OK 了，这个还有钢铃的哦，你看，还有镜面，哇，916的镜面，哇
OK。我觉得这件家真的是很挑战。在设计的时候，觉得最难就是玩线条嘛，你刚才说的。哪一个地方是最难玩？哪个场？pattern 吧，因为你看每个地方都有一种的特色，但是你又不能盖到另外一个特色，所以全部要接得很好。就比如说 marble 纹跟那个 homogeneous 纹又不一样，那 curtain 我用大的用了又有一种 pattern 在里面，所以全部 combine 在一起，不能用到好像 broken 的感觉。是一个蛮大的 challenge。因为看你的线条的 cabinet， 你再远一点看看，你看它的 cabinet 这样开有什么？好，完全就是。那种 carpentry 啊，最烦的东西、啊。对，把整件家完成的话，要用多久时间呢？这个大概我们只做了大概两个月。哇，两个月好快哦。两个月时间。他一千八方尺。前面的功夫做得很好。对 ，coordinate 的coordinate 要做得很好。可是 3D 要花了多久呢？因为我觉得两个月是装修嘛，然后你要把那个门口啊全部的 detail 画出来，也是一个要一个时间啊。都这个 project 如果放在 owner 也是都很看的，要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是来。改从 space planning 到 3D 部分也是两倍时间来改。可是我想问一下要设计一间这么特别，然后又这么美的家，又这么有线条，又这么多姿多彩的家，其实价钱方面呢，如果可以大概透露一下，就是整间家里的 design 大概用了多少钱？可以啊，如果这整间家价格大概也是大概两百以内就可以解决了。两百千就可以解决？对。可是我感觉很像贵耶。这么多避孕，而且它不是 cabinet 不是四四方方，而且全部是有 custom 的线。对，重点是每个墙壁都有穿衣服，所以就贵在这全部墙壁都穿衣服了，全部是麦皮的。可是真的物超所值，我觉得两百千左右可以，就是给每一个墙壁穿衣服，而且是蛮有特色的整间家。又有 platform， 包括家私全部吗？家私也包括在里面了。哇哦，合算合算。但是我们先拍张照好不好？因为我蛮喜欢这个背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背景都还没有拍照。垒牌动作。好，来，哇，我们三个都是黑社会人，对吧？其实在你设计的家里，除了这一个 category， 你有设计别的比较简单的还是的？有啊，当然你的方向都是比较 wow 的。其实什么风格我都会去做，比如讲你要 classic 的也有，然后你要偏白色也有，就简单 minimalist 的也有。最重要是你本身喜欢什么样的感觉，那我们designer就尽量完成你梦想的全套出来。可是哪一个会比较 challenging 呢？就是这样子比较 fancy 的，对你们来说你喜欢做哪一个？对我比较喜欢做，我本身比较 challenge 我的 contemporary 一点，就是像这样子的，就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设计师他们每天都在做房子，普通的做他们要做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因为普通的他看书可能自己摆都可以啊，因为做这种比较有挑战性，也是很难，设计师就要去 planning 他们的，希望做到一个非常 unique 的东西给 owner 吧，独一无二的，只有他有。然后请问一下，你在这个圈子有多少年了？我在这边五年了，就是五年，很年轻的一个 designer。因为 designer 也是要年轻才打胆玩这种 design。而且我觉得年轻你们的意见都应该会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一个三四十岁的想法跟一个二十多岁，你应该二十多三十岁的，二十七，好年轻哦，比我们两个年轻这样子。十年了。所以它的那个设计感觉就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分分钟呢，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他们可能会抓不到那个感觉，但是年轻就是有可以抓到某某的感觉，有自己的个性啊，这样。好了，其实我们也看完了你整间家，其实我们这一集真的感谢我们的设计师给我们看了一个什么叫做超线条家，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一间家里是整间家都是在线条感的。哎，谢谢我们这一集的 sponsor Moscow Design。谢谢 Moscow， 我超爱你的沙发，你的还有那个什么楼上的那个灯，那个accessory 的东西很多。但是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这个网站去看看他们的 design， 这个 Facebook， 物超所值，而且很棒。好啦，我们的 KDK Beauty and the Boss 一起看设计，已经到了尾声哦，下一集见，拜拜。